是蛮麻烦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怎么样，没办法对他怎么样，就只能想办法引导到他可以要做到我们要的东西。就是本期的女主角，女的，哦，男女扮男装，贵姓？贵姓？姓杨，杨小姐。就只要对准，然后按下去就可以。买刀退路。非常非常快。来，报告，准备去啊！喜欢。对，二一六了。别这样，我被咬后了。不能吃。你别吃塑化剂啦！你都惊到要死，大家都无咧惊，你打个麻将。那不行。只是在合欢山最后一场，他就不肯抬起头来，一直在吃草这样子。对，那也花了非常久的时间。又开始吃了，姐。动物实在真有办法。你上次被人当一只羊。讲错，看笑笑，拍的那笑，等一只羊吃草，我性命开在等一只羊吃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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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啊，破了！有啊，有啊。你要买那个干嘛？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之前夹手啊，什么空手都有的。杀鸡养，羊杀鸡，羊杀鸡。对。好，来准备，好，准备来，准备。那我 cue 你啊。好好。可以啊，他没问题的，到来了。刚才要拉成这样。